Hello, my friends.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. Today, we will continue learn how to paint bamboo. 今天我们继续学画竹子。好，先我们先从竹叶开始。好，竹叶。构图，竹叶的构图，要沾浓墨，笔要拿直，锤子，笔尖一定要尖尖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先画一笔，有点勾上去，压下来，拉起来，这是最基本的第一笔画，然后呢，接着呢还有人字。这几笔还有一个呢，是这种的，往下的。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再放一个戒指，那这个地方呢可以再放一个个字，所以这就是一幅画，这个地方就是一幅竹子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这边可以再加。这样就可以构成一幅画，这竹子的基本的竹叶，这个小细枝。那现在呢，再来教你画一个
从此呢，然后再画枝，画结，这个地方呢，太跑出来了，要这样，这样，好。我在这边顺便教你那个细枝怎么画，来，一，主要这一根，二，三，知道吗？然后再一，二，三，一，二，三。会不会？好，你垫一个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在上面垫，好，一、二，短一点，三，好，再一，自己画，一在这边接下去，一、二、三，就这样。记得，一、二、三、一，二要先，二、三，这一个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而且这个一不能跟它碰在，要出来一点。出来一点，不能在它下面。这个要从下面，又碰在一起，这个地方这样碰在一起就不对了。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在这边就不对了，要在这里。
现在我们画竹叶。